果然是巨星风范，他连不用讲话，你们都已经在开始尖叫了。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欢迎他，好吗？右手边，我们方便的话，视线再从左边来一次。我们台下走。 太美丽了，我跟你讲过一次，绝对不能接受。我是朋友，接下来右手边，然后再来那个右手边第一排有一些怪叔叔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好，我是徐贤赞。其实，在台湾再待一天而已，可是觉得很舒服，很自在。然后那个菜呢，昨天我们吃了小笼包，还有去玉林地吃了台湾的美食。 真的很好吃，很喜欢，哇，就是很好看的那个碗。瓷器啊。对对，瓷器啊，就碗盘这一些。然后我听说好像是瓷，那个英哥那边是瓷器非常的有名，所以很想看看。哦，个人的兴趣，哎，这蛮妙的，都不晓得他喜欢瓷器陶器耶。哦。珍珠奶茶赞。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OK，好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哦。 好香！哦，很标准嘞！啊，太开心了！啊啊啊！我爱芒果冰。台湾特产芒果冰，请服用。台湾芒果冰，第一名。哦，韩国人。哦，韩国人。哦，是两位都是韩国人。哦，那就好，让他们聊就好了。 很正常的版本，我们再一次恭喜下一位哦，抱抱抱抱，太好了太好了，下一位。